个好的手型最后会很难受。是啊。哇，我也玩。跟你玩。嗯，跟那个一样的。确定？确定，真的。不是。嗯，没反应。哎，它这里有个槽，但是它不是装电池的。哎，也没有反应。哦，看没有？碰到了，如果是碰到了，它就……哎，这个应该很简单的，我觉得我肯定能过。我觉得你肯定要花两次，一次过，绝对肯定要两次。那你觉得你能多少次过？一次。那我们比一比吧。嗯，比就比，行啊行。行啊，那如果是谁输的话，我们要有个惩罚吧。哎呀，什么惩罚好呢？我觉得还是用粉丝来说吧，请大家觉得我们输的要是接受什么惩罚，请大家在评论或者弹幕区这里打出你的答案。我们下一期视频的话，我们就来惩罚。那我们就开始啦。好，挑战开始。成功入坑，不难这个。我本来不紧张的，你这样子搞得我还紧张了。你了是不是？我觉得你可能也不过关。从这边开始。嗯。你手不要挡住吧。对。你的手都发抖了，我看，你看这么抖，你看一笑话就。哎，我不信了，再来。虽然我们都失败了啊，但是我们还要再挑战一次。对吧？我不相信第二次还会失败。王牌失败原生，大家请帮我加油，请在弹幕上打上加油好吗？请在弹幕上打上漏油。觉得我妈妈会赢的打一，觉得我会赢的打二。做对了，都打了，那肯定是满屏都是一，肯定满屏都是二。啊！喂！就是这个手有点抖的感觉。二二二，怎么回事？你看，还有两个转弯了啊！不，看这里就是有点转不了弯。你看，抖，手抖起来，抖，啊啊啊！最后一点了。好，西西，第二轮开始。哎，你看，你根本就不死，我就随便喝一下，你就笑得发抖。你看。大家想西西接受什么惩罚？因为我们实在是想不到惩罚的方法啦。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或者弹幕那里打出大家想要西西惩罚的项目，除了穿女装除外啊。好，我们这期视频到这里啦，拜拜。